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 大家好，我是 Dan. 为了庆祝《体验派三年》在10年的网络漫画的杀青，在 8月13号的《大婚家三打》播放了《彩虹家族的聚会旅行》。首先跟全军母两个人出发的 体验派三，非常期待的问了一下，其他人要怎么来？应该不会只有我们两个人去，不是吗？全母回答：对呀，会在那里见面。因为 体验派三多次表示过，在之前的聚会旅行每次都感到非常幸福快乐，而且这次还是为了自己准备的旅行，所以真的非常期待，并且也为了这次的聚会旅行准备了团体服。而在前往目的地的过程中， 一直能看到 Kianpasa 非常幸福的表情，但是在太阳下山后，全军母对 Kianpasa 说了，其他人不会来，瞬间露出慌张表情的 Kianpasa 在几秒钟的沉默后，不是说好是聚会旅行了吗？因为疫情不方便，不是吗？那一开始就说两个人去就好了，为什么？我看不需要在这里过夜了吧？嗯。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留言，是有多小看的话能做出这种奇话呢？真的太坏了。说实话，不太喜欢 Kianpasa， 但是这样把一个人做成傻瓜，真的太过分了。哦，他还上朋友的 YouTube 说过自己准备了才艺表演，非常期待这次的旅行。提案太可怜了，用疫情当借口，已经有太多的节目都不关心疫情了在拍摄，现在却说因为疫情所以不能叫外拍摄，太可笑了。但是也有网友表示，不就是个综艺节目，不要太认真。对于《大婚家三打》的争议，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8月女团形象排行榜30位，太阳。 29位 Camila。 28位 FX。 27位 우주소녀。 26位 시그니처， 25位 위키미키， 24位 위클리， 23位 EXID， 22位 우아， 21位歇歇，20位 Promise Night，19位 여자아이들，18位 Momoland，17位 Stacy。 16位 Thursday， 15位 A Pink， 14位 April， 13位 一姬， 12位 Dreamcatcher。 11位 라붐， 10位 이달의 소녀， 9位 러블리지， 8位 마마무， 7位 오마이걸， 6位 소녀시대， 5位 TWICE， 4位 브레이브 걸스， 3位 레드 벨벳， 2位 에스파， 女团排行一位是 BLACKPINK， 最多相关关键词是记录开演上映 BLACKPINK 的 movie Oricon Jenny。 正负评分析结果，正面评价占 81.93%。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拜拜。既然都吃起司饭卷了，就顺便庆祝一下起司饭卷的生日吧。